在罗湖口岸。太空旷了，见不到一个人。前面就是深圳站，深圳的火车站。看一下现状怎么样吧。以前这里可是最热闹的地方，每天的人流量估计都在20万人次以上。现在几乎见不到人。再来看一下这些铺面，这里很多快递都是关门的。这个损失得多大？这些餐厅也关门了。没有一家开门的。以前深圳罗湖口岸可是最热闹的地方，从这里去香港的人流应该是最大的。看到这样的画面是不是比较心酸？地铁都已经关闭了，不开了。地铁出口。现在白送人家都不要了。